雕美术馆的总监 Grace。 首先祝贺 Alcantara 9月9号在米兰的新展开幕，在今年这么多困难的情况下推出新展，各种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，预祝展览顺利成功。阿肯塔拉和我们上海玉德耀美术馆在2018年已经有过一次合作，我们双方都秉承着同样一个目标，就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。我们美术馆的建馆目标就是把世界的目光引向上海，把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推向世界。在这一点上，阿肯塔拉和我们的理念和目标一致，共同为推进当代艺术的东西方交流做努力。阿肯塔拉拓展了艺术材料的边界，使艺术家能够更自由地进行创作，艺术的创作媒介更丰富和专业，为未来作品的诞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，并且通过一种更中性的渠道、材质和技术的发展来建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使各种文明在技术的层面上相互碰撞，而美术馆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把精英的、先锋的、顶尖研究公共化，借由文化使更多普通观众可以身临其境，直观地感受技术的突破和发展，把金字塔顶端的内容下放，让艺术走进人们的生活。这也是我们美术馆创始人一贯秉承的宗旨和理念。我们美术馆和阿肯塔拉的跨界合作，使现代技术和美学得以在一个平台上相互交流碰撞，展望了一种未来的人性化的、通感性极强的美学范式。